我们硕士吧，可以抓卡牌。我家一回来人，狗就会叫。 瞎子舒适，F6开，哎，这叫沉的，他不会没抓了吧？被他下，哎，被盯着塔下了，还好不危险。 峡谷现在排的慢，我的分，我现在前30，排的比较慢，然后咱们下午再打，差不多3点钟2点钟的样子。你看我怎么这么沉？ 没办法，那行吧，等个 Q， 也能杀呀，能钻吗？哦，一下就死了，他好快的点燃，直接套我头上了。 控条龙去吧，我觉得需要控这个虫子。他们控龙现在，下路控龙太那个了，怎么咱们下路才3级啊？现在都5级了。 是吧？要控虫子，我要拿荆棘，这把做不做引魔刀呢？这是一个问题，感觉盾弓加水银吧，盾弓加水银吧，这把引魔刀。 这把好像没那么多那个，对面起来的点 AD 起来点太重，中单有闪的，我肯定不能杀，我杀没闪，你看我 W 过去我直接命中他，我如果 W 他就闪走了，那个距离不够的，虫子没盾，虫子是生命值，很早之前就改了。 保下路不被越，帮中路吧，下路小保一下就行。
好吧，就我们没有任何护甲是打不过瞎子，因为我们他有一他的大招让我们不能打他，那不会有点着急放 R 了。他其实那么，如果我不放 R，他那么早放 R，他也打不过我。他真不是叠满放 R 才打得过我。因为他输出是够的呀，哎呦，瞎子这英雄就是他能把你，让你在他输出你的时间输不了他，就是大招的存在，所以你要双不甲打瞎子。我这波如果是我没有海妖，但是我是加双不甲，我都打得过。卡牌有大的。打了一套，要是 QA 就好了，杀是杀的，要是 QA 就更好。双不甲，啊不对，是两个，双不甲就好打。这下的等级有点高，没有我，如果我叫早点叫 W 压他血线。瞎子没控龙的，好，瞎子也死了。嗯，没死。哦，哎呦，这多冒昧！谢谢。龙哥送的粉丝牌，对，是直播，不是录播。龙王来可以直接秒。哪里都有德巴、啊，闪换闪有点不亏不赚，再把他杀了就赚了。咱们拆上路吧，我们六只虫子，这卡牌不回来我已经足够拆了。往哪儿走？哎，应该是龙王补线，那就好办了。抓住你了，QA就死了。OK，快吃塔皮，他也回来吃了。拆吧，六个虫子拆的还是蛮快的。那我单吃嘛，我没单吃到，应该慢一点。你走吧，我单吃就好了。毛，哦，德莱文一斧头暴击给小鱼人秒了。
那需要有更多的火控兵。怎么不上？怎么好像有机会？No！被晕住，黄牌。吓死了！哎，两个闪！哎，还行啊，总的来说不亏的，不能买15。哇，肯定是闪现。我想做盾弓，这龙王没什么威胁，盾弓呗。哎，我如果……哎，我直接出去攒个盾弓回来吧，不着急。盾弓挺好的呀，这个德巴什么时候跑到我野区做视野的？野区全视野的，我买个盾弓加攻速吧。我觉得我们锤子玩的还可以。回去买盾弓，等挖掘机下来扛伤害就好大了。这把应该是盾弓，有点弱，但是得先做盾弓保命。盾弓加水银吧，双护甲都直接做水银。我必须防他的黄牌，哎，我的锤石可没做干锅啊。我们这挖掘机这波是大哥，我也是大哥，看看发挥了。一斧子把那个 A 掉在外面那个秒了，有没有感觉我很掉帧？我感觉我得清理 C 盘。焚天三象这波你谁都杀不了，你会存活到最后，然后被对面四个人围剿。实话，这就是实话，这就是上线吧。攻速鞋，等个钱，做个水银。
水银之后直接做大船15的话，我们后面再考虑。其实水银加15也应该够，我觉得伤害应该是够的。杀不死吧。什么大风？不卡格子呀，我把这个合成500块钱就合成了呀，加15点攻击力，这个不卡格子，可以做15也可以做大船，这把我感觉做15好一点，因为输出感觉是够的。看龙王的位置，龙王会交替吗？啊哦，我可保不住我的道。怎么不着急上？哦，那我活不下来，我水银没挤，我死了就走吧，我死了可能就没输出物了。什么东西给我晕住了？龙王的大，我都没注意。然后巴德的魂还穿过去，他还是硬，他有个盾。血手没用，血手都是他们这类型焚天血手，他确实是进攻攻防兼备的装备，但是他的防御属性偏上，盾弓是进攻装备偏上，盾是附带的。哎，要是纯进攻装备，15是防御属性，但是其实15不算是纯防御，15算是一半防御一半进攻。15的话，如果你输出够高，它就会是你最优秀的防御装备。如果你输出不够的话，15就没什么防御能力。这个挖掘机有，这波太着急了呀，这波把自己的闪现掰焦了。他好像没有意识到队友其实一点输出都没有，只有靠我打输出，不然谁对对面任何人都没有威胁。我们六个虫子保单带打，兵线呢？脑出来了。那为什么把文信带过来？啊，做15伤害不够，做水银。水银有长剑吗？没有，那就不做长水银了。服装变化很多的，15是加强，你磨刀是调整，就是加了价格，但是给你加了属性，有什么不好的？何乐而不为？提高了我们的上限，那你6神装之后，你的钱还有用吗？
没有卡牌，他应该没有卡牌大招抓不死我。这个吧，我没有，得走。他们的视野做太好了，全是野。哇，这么硬啊！全是野啊！不过没事，他们前期就一直有这个视野压力，但是我扛过来了。挖掘机有点失误，因为挖掘机判断错误战力，他没有意识到没有我的话咱们是玩不了，咱们是打不了的。然后他那几波我不在的情况下，他跟着我们这三个队友去打，这三个队友没什么战斗力，零战斗力。好，可惜了，这黄牌我水银已经解过，解来用来杀德莱文了，我没有水银了。我觉得我要做水银，因为我需要暴击几率15的话，思考一下我要不要做呢。15改动具体的我都忘了，我没看。他们没那么肉哎，但德莱文有盾弓，还真得救我，得做重伤，不然一会儿跟德莱文单挑很麻烦。还行，这波缓解之后没那么难。还能跑吗？叮，没有叮，没有叮会嘎的。这个巴德玩的太好了，我应该杀巴德啊！我被这锤石灯拉过去了，啊！这把看起来有点可惜了，这是韩服。韩服要开全屏才不卡，我感觉是我的内存的问题吧。Window 是什么？这个是无边框负，这个是全屏吗？这个应该是全屏。又送了一波大的。买药吧，买药跟他打最后一波，看着我能不能撑住吧。反正撑不住了，定单点控制太多了，太容易针对。如果中期节奏不断，